人。老子今天受不了了，我要起床出去喝酒、唱歌、跳舞、吃烧烤、泡妞。哎呦，还是算了，外面肯定是在刮风下雨。哎，继续睡觉吧。昨天那个抽机很多人说不能用，然后我们今天换个轮胎来做。我用刷子把它给刷洗一下。哎，这么美回来啦？你丢这个干嘛？这是你画的吗？嗯，这是你画的。嗯。今天老师有没有给你顶呱呱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听话吗？听不听话？嗯，没有，一直回来都没有得到。说啥？等下我们去接阿哥好吗？不行。不行。要他住校，不能接他。不能接他，给他住校。那也给你住校算了，你也在学校住了，好吧？不行。不行。我哥哥在学校住。那你晚上要跟谁睡？爸爸。你跟安娜睡去，我不想跟你睡。你老是踢被子的。那我不乐了，哎呀。哈。哈什么？我要给你做了。我给你做了个新的吧。为什么不能换？只能换昨天的那个，换两个。挂两个啊？嗯。好，那我们挂两个上去，一个人玩一个吧。好，等下掉下去了呢，屁股都红了呢。哎呀。不会的。了要把它装上去。爸爸。嗯。下来呀，这我走下来。太短了。好了，弄好了，谁上去坐先？我。嗯。哪个去搞瑜伽垫了吗？我要做。
等一下，让他自己来。他抓的吧那。好不好玩？不好玩，不好做。他不是做昨天的那个哎。这个要小心点，容易往后面翻了哦。哦，我。要不要干？哎。要不要干？你搞回去吗？这个还好一点哦。搞要打屁股，搞成衣服去。对。你搞爷爷打你屁股看看好不好？我不搞啊、哦。你不搞啊？